两大影后49岁的舒淇和47岁的李心洁近日被网民影到现身泰国一个大型的人气商场，片中可以见到两个人都是以便服打扮兼且素颜在扶手电梯上聊天，同相镜基本上没什么分别，令人一眼就认得出。不过有眼力的网民就发现舒淇行路的时候有些寒背和外八字脚，指她姿态不似女神，又指身穿住窄牛仔裤的李心洁现出小肚腩，两个人的真实状态惹来了网民热议，亦都有不少的网民大赞舒淇好有松弛感，随便一影都咁好看。